来来来来来，可以抓，可以抓。W 好勾点点点，漂漂亮亮的。双级跑，身为领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说谎，要在自己欢欣之时号召大家冷静，要在自己绝望之时给大家希望。听好了，我是艾希，我是成功。爬吧妞，点点点，你要干啥呀？我就想知道你想干啥，我别的我都不想知道。我闪现都不交，你闪了，你闪就对了。U 降谱 ，A 降谱。好啊，万妞。他们认为我冷漠，可我见过的东西，茶半溜无法想象。An ally has been slain。银马可能要来啊，小心一点，先飞个鸟，我看看银马在哪里。来，茶半溜，点。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看，这根本他就碰不着我这玩意儿了。点，点，点，嘟嘟嘟，嘟嘟嘟，八八六，嘟嘟嘟。飞机死了。不会带来痛苦，而是唯一的弱点就是我们没有位移，我要有个位移他就不用玩了，我这辈子他也碰不着我。当我们的部族联合起兵，世界将为之颤抖。溜了，这皮肤真好看，这个皮肤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刀锋呢，他的原话，我以为是个刀锋。355，343。荣耀的沃利贝尔，受过千刀万枪的巨兽，请让我的人民拥有您狂野的坚韧和您风暴的怒火。飞个鸟，看看银马在哪里。打不溜，点，你要挑战寒冰血脉吗？打不溜，点，点。嘟嘟嘟，嘟嘟嘟，
点，这就是接球。点，银马来了。小兵太多了。一场配得上弗雷尔夺得的战斗。太好了。八八溜。我知道没事儿，他俩还能越塔杀我呀。点。八八溜，点，点。今时今日，我们的命运立足于微妙的平衡点。八八溜，点，点，嘟嘟嘟，动，嘟嘟嘟，点，点，八八溜，点，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点，点。点闪现，点 W 点，嘟嘟嘟，这么两个玩呢，还要杀我？我的天！挑战了寒冰血脉，王是唯一的结局。别打！我射的你都走不动道。我守护着真冰之宫。刚才这个 W。很细节啊，我们既没有退线，然后我们又攒了一波女神之类的啊。加快脚步，这样吧，无论士卒还是下边落手应该有闪，我们没有闪，又开始换路了。这怎么我好像见过这一幕呢？今天好像有个亚索跟落手好像是，好像是换过路啊。打破这点。你是咋的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飞鸟，嘟嘟嘟，打不了洞，卡眼，嘟，点，点，点，嘟嘟嘟，哎呦，有意思啊！塔下瞧不起人，厉害的连婴儿都不能挡。让预判目标的位置。完了，他又闪，又开始这样跟我搞，你知道吗？哎，好像有戏呀、啊！嘟嘟嘟，飞鸟，嘟嘟嘟，仅有我们的耳目，嘟嘟嘟，嘟，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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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他没有，他没有那啥，他没有大招，哎呀！折磨死他！闪现白交了。我是丈夫，我很少对人起誓，倒是很多人向我发誓。他还往那个有眼儿的草丛里边走啊！还不往那眼儿的草丛里边走，可能他还能走。我点你，再见，我溜了，回家出魔中去。哎呀！点点点点，嘟嘟嘟，嘟嘟嘟，飞鸟。点，
不压了。有个魔种。不可行之事，没更深刻的话，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事。他有点受到了折磨，我发现。他已经疯了。亚索呀，他们小兵没了再射他。好反应。为什么飞机要换路啊？飞机九级，他六级。所以我也将战胜，我也将赴死，为了给所有阿瓦罗萨人更好的生活。人马是搁塔下的吗？给我折磨着落手，俺俩在塔下爬爬溜。他干啥呀？这真菜呀！这飞机点点拔拔溜点嘟嘟点嘟嘟嘟拔拔溜嘟嘟嘟拔拔溜点闪现点点点拔拔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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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压了，小心节奏。这是韩冰说的，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这是韩冰说的。罗萨女神，我自称听到她的声音，可我听到的只是悲伤，并为她的逝去而悲伤。开玩笑的啊，别当真啊。拔拔溜点点拔拔溜蜘蛛在我身边我走呗。拔拔溜点拔拔溜点点点啊中拔拔溜点嘟嘟嘟飞鸟拔拔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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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拔溜一跑一开点拔拔溜点点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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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看着吗？开始打野怪了。哎，喷塔克我点点 W 六点点，我也神志不清了，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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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点你技能呀。哎呀，你没有技能吗？没有技能你我早说呀，你不早说谁知道你有没有技能。哎呀这天，让亚索给我杀了。寻求和平，但别懈怠了战争。我今天必须得让你疯狂了，我也打个野怪都打不好。中，谁中了？打到谁了？这怎么打到峡谷先锋打的人了呢？人马中了。我们成
别人没中，银马中了，这还有误伤的呢。625，回家。真不省心呐，兄弟们，别死光了啊！杀了我们的人民，那是一个关于失败的传说。中！狂风之力，打破流点。挺不省心呐，这队友啊，还好只死了三个。谢谢蓝 buff， 这亚索出完论功出饮血剑，你是逼我出重伤啊？这女警干什么呢？打破六天杀亚索啊！哎，嘟嘟嘟，打破六！我真是个傻子，我在干嘛呀？哎呀，归功结底呀、啊，我们还是个 ADC， 扛塔的活还是有点太重了，太重了，真是重担呢。神志不清了，我想杀女警，你知道吧？但女警怎么死了呢？女警怎么死的？死哪了？女警？我怎么记得女警没死啊？我记得这有个残血来的。是我杀的吗？啊、哦，那锤石没杀，是不是？是不是差个锤石？反正肯定有个人在残血，在塔底下没死，肯定是有那么个人，但我记不得是谁了。中了，飞机上当了，起跑看起来 W 点点点点，狂风之力点 W 点，嘟嘟嘟，嘟嘟嘟 W 杀落手，嘟嘟嘟嘟嘟嘟，点点点闪现 W 点，嘟嘟嘟嘟嘟嘟。有蓝吗？我们
少点吸血呀。算了，这就给你一下吧，我们有减速，不要这火力。兄弟，我来救救你！这，我打死他人马呀！他俩能打过对面吗？点 W 点点狂风之力，正中眉心。所谓杰出，不过是努力超过前。把上塔推了吧。那落手反正双招也没有，我们就尽量尽可能的，就是那个落手有召唤师技能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得有，尽量就是他放我们就放。打大龙可以。我一直都唾弃这个人，他蹂躏生命，蛊惑人心，他是制造谎言和痛苦的妖怪。打六点点点重点，嘟嘟嘟嘟嘟嘟。大龙。他们与寒冰血脉交手，然后死了。让你见识一下寒冰血脉是什么脉。八六点点点点点，嘟嘟嘟，完了。亚索好像有点猛啊，亚索好像有点厉害。在我们被亚索打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完了，啊，我就知道完了，巨巨了。刚没牙呀，没事。稍微往后边站点，等他没有封墙了就好。我梦想有朝一日，所有部族都能。他们配合的比较不错，这一波啊，我们大银马。挺讨人厌呢，点点狂风之力打破妞，他开疾跑了，漂亮，把亚索杀了，游戏结束。感受凛冬刺骨的 ADC 这么多，确实容错率比较低，太脆了，可以推中。我们没有前排，不是我们没有前排，我们啥也没有。打吧妞，点。打吧妞，点点点。打吧妞。后撤一手，打不溜，哎呀，他追不上，可以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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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亚索没小兵，是个弟弟。家人和部族
慢慢 poke。滑滑溜，往后拉，来，往后拉，先跑，知道吗？点点点点 W 溜闪，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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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溜嘟嘟嘟，把古龙拿了，别让他有小兵穿到我们身上就行。我们主要还是得以这个平 A 虚虚为主啊！我勾的，勾的真歪呀！咱不是反向 W， 我是 W 闪，然后呢，他就有点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 W 闪是可以的，是不是寒冰？我最后一件要青云，这亚索装备不错呀，他怎么神装了呀？可能是因为烈士爵杀我们，干啥呢？哎！我是来过。点点，爬过那点点，这没法上啊！一跑开点点，嘟嘟嘟，往后拉来，嘟嘟嘟。黄蜂 W 走位，点点点点 W，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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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呦我蜘蛛，这么猛蜘蛛，这么猛蜘蛛，蜘蛛吹波扣，这蜘蛛。我这疾跑还有多长时间？谁能跟我解释一下？我一不小心就杀掉了你，这把弓就是我的化身。我这疾跑是无限吗？杀人我知道加速，杀一个人加7秒，我杀5个人武器35秒。